很好吃。哎，太好，还有时间，我是最好的。欢迎来到格吕耶尔城堡，是瑞士最重要的城堡，它在老城的最高处。你们现在能去二楼，用15世纪的楼梯。你们现在在旭瑞房间。现在请继续在你的右边的大门。现在请继续在你的右边的大门。您可以在地毯下找一个钥匙。在瑞士，这个经常发生。把门打开。把门打开。我们现在在城堡的阁楼。Louis de Kuhn，一个著名的猎人，杀了 Marguerite de Vergy，他的八个月的身孕老婆。我们还能听老婆吱吱作响驴里。现在听 Marguerite de Vergy最喜欢的音乐。Hello? Hey, I'm still here.不必惊慌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Somebody, please help! Help! Please help! 左转，不必惊慌，往前走。请记住，我现在是你的唯一找到出口机会。你们不能再逃避。他来了。